绝对落后又怎样？独行侠金童 Luka Doncic 第四战赛前轻松完球，对上塞尔提克的背水一战，心情看来大不同。但之所以看起来丧丧丧，原来是这场比赛大火真的不一样了。先送上灌篮秀带动主场士气，接下来独行侠一刀一刀凌迟你。当家双星 Luka Doncic 和 Kyrie Irving 联手抢分，不管游击区还是外线，统统难不了他们。Irving, his three pointer, that's good. Answers right back.欧神仙凯瑞21分，火力相挺，掌控能力还有助攻串联更是招招致命，连线给好战友东七七，双星联手暴君满意。我们来看一下卢卡的数据，轰下全场最高29分，外带5助攻三超截。反观塞尔提克双 J Jalen Brown 和 Jason Tatum 大熄火，两人加起来只有25分，还比不上卢卡一个人，所以画面当然也没有。而且独行侠更凶的是团队破50%的命命中率，最多拉开48分领先，写下联盟近50年总冠军赛最大分差的纪录。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，最终比数独行侠122-84，还平绿衫军，总冠军战终于开壶，同时续命成功，逼近了第5战。而另一边，在塞尔提克主场 TD Garden 看转播的爆满球迷，本来想欢庆封王，谁知道看得一脸绿，抛雷雷回家去。好吧，等着第5战波士顿再战一回。华视新闻展黄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